黑暗之中亦有光明。因为即使干旱来袭，洪水泛滥，畜禽患病，预示着灾难的降临，只要获得所需帮助，便能找到出路，实现温饱，创造祥和的明天。困境在所难免，但我们坚信，人之所以为人，是因为我们的坚韧不拔，保护生计，拯救生命。